我那高跟鞋呢，妈拿就给我贴膜了吗？你看我有时间吗？哎呀，真忙啊，真忙啊！哎呀，你这天杀的鬼！长了一张灰，你伸哪腿呀、啊？你现在真胖啊！说的哪胖啊？你说玫瑰哪儿有我美？嗯，是有点胖。哥，借5000块钱呗？干啥呀？我想整那个瘦身针。老弟，你根本就不胖。哎呀，完了！你真觉得你自己胖了吗？你看你这个大腿，铿锵有力。遇见你这偷心的贼。来，你举好来，柔弱无骨。再看你这个腰，你虽说它有点肉吧，但它形好了。这杨柳细腰，你却倒头就睡。哼，操！抖音。